陈永永、裴华夏。二号台裁判员张家炫，运动员黄振亚、陈成汉。三号台裁判员宋静怡，运动员王政伟、冯超。四号台裁判员杨俊奇，运动员阿布拉江、张云鹏。五号台裁判员魏思，运动员陈思明、严冠杰。六号台裁判员宋月月，运动员宁旭飞、蒋志茂。七号台裁判员周湘琪，运动员楚炳杰、秦昊。八号台裁判员卢冰霞，运动员张雪、刘凡。九号台裁判员玉林，运动员刘淼、刘进夫。十号台裁判员王锦一，运动员赵汝亮、刘闯。十一号台裁判员杜环玉，运动员郭福生，蒙古选手阿德利格尔胡。十二号台裁判员龙飞，运动员王攀、张磊。十三号台裁判员于梅子，运动员刘文熙、王鹏。十四号台裁判员佘真真，运动员赵杰迪、刘海。TV 二号台裁判员冯雅琪，运动员西守新，英国选手迈克尔·希尔。TV 一号台裁判员张月秋，记录裁判员蔡晨元、杨雪莹。运动员雷奕伟，英国选手克里斯·梅林。现在比赛开始。克里斯·梅林你好，雷奕伟你好，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三、二、一，开始。克里斯·梅林获得开球选择权。比赛开始，第一局，克里斯·梅林开球。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
席，稍等。继续击打。
第一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1-0。第二局，雷奕伟开球。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Rebreak， 重新开球。You want to change? This here should be here.但是你看这个点，每个台子画的都是一样的。Every table is same. It's really the same. You want to change it? You can't change it because that's what it is. It's too high. But, now we go on, or you want to change the point? You can't change it because that's what it is. So we go on, it's okay? Yeah, it's too high.I can't change where I okay.第二局，克里斯梅林开球。
岩石。
第二局雷奕伟胜，比分1-1。谢谢。第三局，克里斯梅林开球。第三局，雷奕伟胜，比分2-1。谢谢。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第四局，雷奕伟开球。
第四局，雷一伟胜，比分3-1，开球清台。谢谢。第五局，克里斯梅林开球。
第五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2-3，开球清台。Thank you。第六局，雷奕伟开球。第六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3-3。Thank you。红胶边均匀回弹，铸就一流打感，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正红。第七局，克里斯梅林开球。
第七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4-3。Thank you. 第八局，雷奕伟开球。第八局，雷奕伟胜，比分4-4，开球清台。谢谢。第九局，克里斯梅林开球。
十秒。延时。第九局，雷一伟胜，比分5-4。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Time out for 5 minutes。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吉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注重打杆，选奥斯本兹。胶边声音小，弹力大，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振宏胶边均匀反弹，铸就一流打杆，保障公平竞赛，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振宏。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
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不畏磨砺，披荆斩棘，十年一剑，只为把最好的给你。野豹球杆，买台泥就上蹭个够，进口国产随你挑，不仅品种全，而且更省钱。你想买的台泥蹭个够都有，球房要省钱就上蹭个够。ARP 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威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种类众多，打感优越。威力，释放你的威力。正清和雅，禅茶一味，太极之道，长胜智慧。我是张坤鹏，我选择皮尔利太极。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我是裁判王忠尧，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打球时我使用赛克斯巧克粉，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加赛专用赛克斯巧克粉。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注重打感，选奥斯本兹。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雷一伟开球。
第十局雷毅伟胜，比分6-4，开球清台。谢谢。第十一局，克里斯梅林开球。第十一局，雷毅伟胜，比分7-4。谢谢。第十二局，雷毅伟开球。
第十二局，雷一伟胜，比分8-4，开球清台。谢谢。正清和雅，禅茶一味，太极之道，长胜智慧。我是张坤鹏，我选择皮尔利太极。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第十三局，克里斯梅林开球。
石庙，岩石。第十三局，雷一伟胜，比分9-4。谢谢。第十四局，雷一伟开球。
十秒。第十四局，雷一伟胜，比分10-4，开球清台。谢谢。第十五局，克里斯梅林开球。比赛时间已过半，Half time passed。本场比赛结束，雷一伟胜，比分11-4。Thank you， 恭喜。